目前头颈部癌症引起的原因，除了抽烟、喝酒、嚼食槟榔之外， HPV 感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。国外研究发现了超过70%以上的口咽癌都是因为 HPV 病毒的感染引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类病人都是没有抽烟、喝酒、嚼食槟榔的危险因子。一名50多岁男性脖子疼痛没有多久，突然发现脖子长了肿块，转诊到耳鼻喉科才发现肿瘤侵犯舌咽神经。HPV 感染引起的口咽癌，它其实一开始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，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颈部的肿块发现的，那其他的话常常是因为不明原因的疼痛，那甚至痛到耳朵去，然后怎么看都看不好。到我说过的这个病人，他就是看了牙医，捏了关节炎，做了神经阻断，到最后才诊断是 HPV 感染引起的一个口咽癌。台湾男性是 HPV 相关口咽癌高风险族群，男女共同接种 HPV 疫苗观念很重要。国外的研究， HPV 的感染它会有两个高峰期，一个是在青春期，一个是在50岁左右，尤其是男性，男性特别会容易感染 HPV 的这个感染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适应症是9岁到45岁的两性都建议要施打，这样子比较会有保护力。随着文化风气改变，国人 HPV 相关的口咽癌患者人数逐年的向上攀升。与以往我们对头颈癌的既有印象不同，也就是说患者不一定有烟酒槟榔习惯，却有肿瘤而不自觉。要到严重的喉咙疼痛或是颈部肿块出现才来就医，因此呼吁国人不论男女都应接种 HPV 九价疫苗，并且注意喉咙痛、中耳疼痛或者是颈部肿块这些急剧症状。因为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而产生癌化，还好就是目前已经有9价的这个 HPV 疫苗可以做预防注射，可以预防这一类的口咽癌的发生。WHO 提出了30年要终结子宫颈癌，关键就在于人类乳突病毒疫苗的施打成效。而现在人类乳突病毒疫苗分为2价、4价跟9价疫苗，根据保护型别不同而有差异。人类乳突病毒或者我们简称为 HPV 感染，然后之后很多年才引起 HPV 感染，大部分是暂时性的感染，但是呢，大概有20%的人有可能呈现超过1年以上的持续性感染。那这里面的人呢，每年有少部分他们有可能会产生子宫颈癌跟癌前病变。头颈部的癌症，有些皮肤的癌症，有一些癌症其实确实是跟我们说的 HPV 的感染有关。那 HPV 的是如何感染的？它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跟我们所谓的性行为是有直接的关联性。国内研究显示，台湾 HPV 引起口咽癌发生率快速增长，占比可以达到所有口咽癌约30%。美国临床研究发现，癌友最常见的初期主诉症状为脖子出现肿块，比例超过50%。医师提醒，预防口咽与其他头颈部位癌症，应随时提高警觉，尽速就医治疗。TVBS 新闻，柯胜雄、陈如环、蒋志伟，台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